五十元的边路单杀技巧。先清兵，先把目标放在兵线上面，然后我们等四级再和他打。卡住四级的那一波，把兵线吃掉，赶紧的。四级了，出铁剑，在这位置蹲下，拿下驼兵。不过上空接起技，我对此大招拉出来，从塔里面推出来，再顶，瞄准他头的方向，再顶一下，拉开位置，二一拿下。不要去管他人，把目标放在兵线上面，把兵线吃掉，他再下来。这波兵线不要吃，这波兵线不要吃，等他下来，咱再戳一下，大招顶，瞄准他头的方向，他头的走向，顶他头的方向，不能顶空，拿下，大招一顶，往后拉一下，往后拉一下，准备绕后。大招全部推出来，一波直接炸裂，这就是五岁娘吗？一波啦，还在等什么呢？换一下装备，这星锤卖掉，换这个，换个霸子中装回去。魔女不要换，对面法师还在，拉回来，往后拉一下，一波了，就是因为这一波，游戏结束了，真的，这就是五岁娘吗？发起进攻啊！你开始撤啥退啊？我操，真的是牛啊，兄弟，这都不能一波吗？走了，这都不能一波的吗？我是真的服了，我是真的绝望啊，真的绝望啊！这队友不可能被翻盘了吧？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是来得这么快，上一秒还在准备一波，现在。又进入了紧张又刺激的守家环节了，开始撤退，拉回来，先出去，我真的带不动了，哈哈哈哈，一波了，哈哈哈，一波了。哎呀，守住了吗？我推开了还你的男人，我怎么着我都想不通，这把为什么会输？